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具体范围为以下六点连线与中国领海线之间空域。范围北纬33度11分，东经121度47分，北纬33度11分，东经125度00分，北纬31度00分，东经128度20分，北纬25度38分，东经125度00分，北纬24度45分，东经123度00分，北纬26度44分，东经120度58分。韩国和日本与中国防空识别区重叠部分示意图。